陈自乐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呀，时光之障是不是被删除了？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良机。没了，时光之障不见了。全军出击，500点蓝，560点血，净化大蛇，我们征服者净化蛇，然后直接出一个那个吸血的那个呢？耶！啊，峡谷制造者。很多战争都是一次命。哟，这个居然没打到。哎，草动只会让毒性更快。哎 ，A 一下走位，再平 A， 我去。补刀。这干嘛呀？这征服者没吸上来，说实话，要是吸上来呀就好了，差点意思。你有极度渴望的东西，差一点点呢。你想要？闪现夺雪球不就完了？那能行吗？那闪现夺雪球，他还能进塔了吗？那我不亏了吗？闪现夺雪球，我们是能不死，但是我们能杀人吗？不能。注意脚下，对不对？这跟他换了就。小伙子，你千万别让我毒着你。美人的毒不好野。哎呀，别让我毒着你啊，我可是挺毒，我跟你说。走位走位走位。这别让我毒着你，这努努没完了是吧？能打死不？哎，哎还行吧。哎呦我天哪，挺惨烈呀，这好惨烈呀，我们这种路。我344移动速度，可以啊。不要买鞋呀，要买鞋呀，要买个屁，要买蛇女买不了鞋。如果你不摆布他，蛇行五步啊，蛇行优雅。不要太嚣张啊！不要太嚣张，听见没？不要太嚣张，听见没？
哎呀呀呀，痛痛痛痛痛，我的妈呀，这中路咋这么多人呢？没净化，一会儿有净化了，直接就杀他，直接挡他一个 E 就开始往上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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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开始吃了他，看他敢不敢往上走吧。中路这边有炮车，还好。上路走一波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咦？干嘛呢这？送塔了吧？十个经验来，可以四百多。得回点蓝了，我这一看呢。咋的呀？努努又来了，回家了。峡谷制造者，有病是吧？啊？回个城也不安上。灵的柔韧非常对。Enemy killing spirit。哎呦，可以，但是泽拉斯来了呀。去上下路啊，看看下路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知道我来了。嗯，蓝没了。哎呦我天哪，别的可以没，蓝不能没呀。你这自己上去你能打过他吗？我可没到啊。上路武器大师打不过天使。哎呀，人家有蓝啊。杀奴奴吧呢。没蓝了兄弟。让我 A 死了还行啊。
刚才这个 R 闪居然没有晕到他，有点烦。算了吧，兄弟，死定了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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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还在那儿，就你一个人，你还敢搁那儿？这家伙！这游戏玩的挺不顺当啊，我这一看。把这拿了吧，拿完以后我们回家了，我没拦了。哎呦，还挺过分的。寡妇来呀，寡妇来呀，你这去下路有啥用啊，兄弟呀、啊、哎呀，看来我们得一直吃这个小兵来回蓝了。蓝 buff 给一个，我需要个蓝 buff。给我一顿电呢，不要背对着我，我不回家，我还能吸。哎，干哈呀，你有大呀，这干哈呀，这呀让人活了不害呀，让不让人活了，这奴奴有病是吧，我看你是就病的就不轻，我一瞅你那样晃晃悠悠的就不正常，不像个人呢的。谁能给个蓝？蓝又没了，蓝怎么老没呢？能不能给个蓝 buff？ 你别让我。你别让我逮着你啊，你等着他，你别让我逮着你。交闪不杀，我可没那么容易就离开你的身体。嗯，这奴奴又成这样吗？这奴奴可挺幼啊！哎呀，还好我们闪没交，下波泽拉斯能杀，还好我们没交闪现。把血瓶卖了，出个大棒吧，差50块钱怎么办啊？现在这大天使合成路线感觉有点问题。如果你不摆布他人，就得算了吧，出门吧，赶紧。
这正补刀呢，咵嚓一下出来这老些人。杀！等会儿啊，先别往里进，别着急，先吃他两下。这么能跑吗？哎，漂亮兄弟，打个红。行，怎么鼠标飞了呢？这蛇姐打人有点刮痧呀，没大天使，我发现可挺刮痧呀。还行，哎，你秀一秀他，你可以尝试一波，我觉得。赶紧来个冰杖吧，瑞莱的冰晶结杖啊！这个出完，我们出点魔抗，然后出个法神帽，我们就无敌了。什么的太糟糕了。蓝 buff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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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没有脊梁骨，不对，灵动柔韧，非常对。我这蓝必须得有，其他的无所谓，蓝咱是必须得要的啊。这么装吗？这努努啊，装什么呀兄弟，我是那种很好欺负的蛇吗？点灯笼，哎呦我操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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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脏啊，莫敢啦啊，挺脏啊这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得躲一亿个技能，我感觉这不平 A 一下就死了吗？技能太多了，这莫干辣也得躲，这还得先杀天使，完事人后边还有泽拉斯搁这放电，前面还得有个努努。哎呦我操！哎，可以，先把这个峡谷先锋给他打了呀！哎，我们可以大龙，跟我来，我们可以大龙，这不翻盘了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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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龙，兄弟们！
线灯笼，直接打没事，别怕。过来打龙啊！那锤石别往上扛啊！可以，龙打完了就行了。你看这努努就是从右边来了，你知道吧，就滚过来了，滚球了，赶紧回家吧。但是我差15块钱呢，这OK， 我们冰葬了。我发现这大蛇呀，即使出完大天使，这蓝也不够用，太费蓝了这英雄。我们这边直接 R 闪啊，不行啊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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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啊！火炮。为什么这个泽拉斯总是R不到呢？就很奇怪。大天使为什么不按？大天使按不了，大天使现在按不了，不让按。可以杀呀，可以啊。大天使现在按不了了。嗯，法穿棒吧，法穿棒出一个。你看这按不动。有没有男 buff 给我来一个？等一下队友啊，先别着急，这波这里明显这就是有眼儿，你知道吧，这里肯定是有眼儿。哎，好攻，把天使杀了啊 ！Nice， 泽拉斯呢？你不会要跳他吧？拆拆拆拆拆！他们家泽拉斯挂机了。可杀。刚才不杀，刚才直接跳他脸儿啊！哎呦，漂亮！泽拉斯人没了，挂机了，快快快快快！一切皆有可能啊，这。
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就你们仨，说实话跟我打差点意思，兄弟。什么克死的努努，我一口痰，他直接他直接那个球就没了，我就一口痰直接。没灯笼你凉了。哎呦兄弟，我有大有大有进化，他们是个锤呀、啊、就这努努两下就死，刷天使来往前追来，你被控吧，我就不被控了，我吃他跑。杀，给我杀！不行，他今天走不了，这努努肯定是走不了，我们直接跳弹下来。往哪走？要吃我，那能吃得了吗？大大龙，泽拉斯人没了，这。你看，有的时候啊，不要放弃希望。很有可能他们家也是掉线了，你们就能赢啊！先来个这个，再来点魔抗。魔抗的话，魔法抗性。女妖自然之力振奋，我来个振奋吧。深渊或者是女妖，现在哪有深渊呢？深渊面具啊，深渊面具没用，它性价比有点低，不好用。我们来个振奋吧。我这不得一顿吸呀、啊！我峡谷制造者吸，征服者吸，这怎么抠着我的？还有我的这个贪欲猎手吸，你看我这一个吸，看着吗？这一顿吸，我这一顿吸，往哪走？啊，往哪走？这卢仙怎么回事？红墙。